他的及格线分数越来越高了耶，我靠，不及格，好像三次不及格就直接退学了。不，雷亚，就是你这次测试的成绩，很遗憾我你都在没有谈通恋过爱。测试。新进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很高的，你这个成绩让我们很担心呢。要知道，三次不达标，你就没有资格再就读新进了。对不起，我这个月是因为谈恋爱有点忙，以后都不会了。忙不是不达标的理由哦，雷亚，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万一你以后的某个月也忙，也拿这个理由为自己开脱，你的求学生涯可能就快结束了。啊，好凶哦！这下用功念书了，真的。你没有魔法，因为一号元旦就是要把老师绑回房间，不然要干嘛？我知道的，璎珞，谢谢你。你也别谢我。既然没达标，就要接受惩罚。下周你不能去打工，学生会的人会监督你，你就安心复习，争取以后都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成绩了。不好好读书的后果，龙魂命定既视感。哦，对，坏结局有没有？艾菲丽丝小姐，教皇想要见您，请随我来。什么？教皇要见我？而且这个神功跟刚刚璎珞配音明明就同一个。成绩不好就没办法谈恋爱了，上雅被绑死了。教皇要见我，是的，请随我来。去找老师诉苦，老师来个课后辅导，要努力。好的。教皇冕下，艾菲丽丝小姐到了。让他进来吧。艾菲丽丝小姐，请进。不知道教皇的配音是谁？很荣幸见到您，教皇冕下。愿上帝保佑你，亲爱的，不要抬举手，抬起头来。嘿，他好怎么，凶哦，真的。是不是看到我的样子有点意外？我真的超意外的，你居然有例会。教皇，看到我的样子有点意外，我很意外，你居然有例会，而且有腰身，你有腰哎，你有腰哎，你有腰，而且你头发好长哦。天啊，这个人我要从何吐槽起啊？不能优惠了，可以买衣服喽。星期天是你，好像不是吧？是吗？是他吗？初级神官女，那 我胸部，抱歉，我这么说可能有些冒昧。我觉得阁下有点面熟，我觉得你的腰，好色的感觉，小蛮腰。你这么说没错，你如果觉得不熟悉，我还怀疑我是不是弄错人了。怎样？我跟你认识你？哇塞，教皇那腰身那胸膛哇！哎，阁下，你的意思是？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裘德·菲利斯。没识西呢，菲利斯是谁？大名我们都如雷贯耳，您是被誉为光明家族的菲利斯家族的现任家主，她是女的对吧？在 OP 里好像是吧？教皇，我玩那么多游戏，到现在没一个教皇是好人，所谓的人妖嘛，捏捏。我的姓氏只能让你联想到这些吗？怎样啦？你到底是谁啦？你女的吧？对不起，美女。我不是很明白耶，请明示。菲利斯，艾菲利斯，一字之差。我的面容，你不觉得和你已故的父亲有些相似吗？怎样？你该不会是我叔叔之类的吧？啊，您？好孩子，冷静下来，不要太激动。啊，不然呢？谁呀？您是说爸爸他也是菲利斯家族的人？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大哥他连姓氏都改了，自然是不希望你知道的。大哥，谁你大哥啊？所以你真的是我叔叔吧？真的是我叔叔哎，叔叔，怪叔叔有没有？偷偷浮上来啦，沉下去，女主角的姓氏。大哥，我爸爸他为什么？因为你母亲，怎样？我妈真的是跟聊天室的猜测一样是血族是不是？你长得像我 uncle。
妈妈，我妈妈怎么了吗？你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可惜身份普通，因此你父母的恋情并不被家族看好，最后你父亲毅然离开了家族，隐姓埋名和你母亲在一起。そっか。叔叔，这个有点狗血。女主你好坏啊你。他是爸爸的弟弟，妈变姑阿木，好浪漫。叔叔没一个是好的，其实你是爸爸对吗？我也是上次你父亲来圣经教堂才知道他的下落，可惜大哥他却他被做掉了，我都还没有看过他，为什么我爸没有例会，他叔叔就有例会呢？抱歉雷亚，我明明知道有你这个侄女，却直到现在才和你相认，请你原谅我，我也是有苦衷的。我根本就不想跟你相认，真的要去补习了，拜拜。好，拜拜。怎么会愿意不太愿意承认我，我已经受宠若惊了。怎么还叫我免夏？免夏 Uncle 怎么哭了？快擦擦眼泪，大哥可会心疼的。不，爸爸会高兴的。我原本以为从此之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可是没想到我还有 uncle， 还有亲人，我真的好高兴啊。傻孩子，今晚和我回家吃饭吧，介绍其他亲戚给你认识，也让大家知道你是我菲利斯家族的大小姐。不了 uncle， 爸爸既然选择过普通人的生活，我尊重他的决定，我也就不回菲利斯家了。这怎么行？你身上流着菲利斯家族的血，你就是菲利斯家族的人。苦衷什么的不重要，快说出来，你怎么你那个腰身怎么锻炼的？叔叔不要紧，让我介绍未来的老公吧，这个年代就有复制人技术，你还有老师啊。叔叔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平凡人的生活，您让我回去家族过贵族的生活，我反而会不适应的。不怕您笑话，贵族小姐那些礼节我看着都觉得可怕，让我回去那样活着我会很郁闷的。所以知道我还有一个 uncle 等一些亲人我就满足了，能见到 uncle 我很开心，其他就不见了吧，免得见到了人说到父亲大家都难过。哎，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了。他去隆胸。谢谢 uncle， 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没有的事，那时间也不早了，不介意和我共进午餐吧？当然，这是我的荣幸。又说客气话了，我们是一家人，不要见外。好吧，目前看起来是个人还不错的人。好的 uncle， 我们去吃饭吧。这才对嘛，圣经的午餐很好吃呢。那 uncle 我先走了。等一下 uncle 还有什么事吗？这个是新研发的探测器，除了之前的功能外还有一个隐身。哇塞，还个隐身呢，这样更利于你探测，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多了一个保命逃走的机会。居然还附带隐身功能，好厉害。辛苦你了孩子。不会，我想早点找到那些血族，查明我父亲到底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大哥就是被那群血族害死的。我觉得 uncle 应该是反对血族的 那种人吧。爸爸一直对蟹族很友好，我觉得是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蟹族不应该会伤害我父亲。我感觉他是 boss。 雷亚，你要不要加入刺客？夏安安，嗨鱼安安。具体我也不清楚，你好好查吧。无论怎样，叔叔都支持你。谢谢叔叔，我走了。好的，注意安全。来试试探测器的新功能。哦，爱丽丝在那边，过去试试。好坏呀，你幼稚哎，真的看不到我哎，我躲到他身后去吓他。爱丽丝，雷亚，你吓死我了！计划通，终于吃完饭了，夏安安，他叫江安，大叔脸呐、啊！真是的，你大晚上从哪里冒出来的？想知道吗？我在散步啊，隔老远就看到你了，所以躲起来吓你，嘿嘿。大晚上的，人吓人会吓死人的，下次不许再吓我了，小心我下意识以为有人袭击我而攻击你啊。哇塞，你要给我飞踢吗？哇，原来爱丽丝原来是个暴力萝莉。
偷利萝莉，这是制作组自己的吐槽。好啦，仅此一次，下次不会啦。嗯，这才对，走吧，一起回宿舍。嗯。来了。哎，库洛洛，哈哈，库洛洛，心情很好。嘿嘿，超级好呢。怎么了？说来听听。就是突然间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亲人，觉得特别特别的高兴。多了一个亲人？不能什么都告诉库洛诺呢。嗯，就是和自己失散的亲人相认了。那真好。多了一个亲人，总是比少了一个好。好，好沉重啊！怎么感觉他好像有些悲伤呢？开始工作吧。继续保持你的好心情，好吗？好，嗯。差不多又该到教堂去看望孩子们的时间了。雷雅，待会儿放学后一起去咖啡屋吧，听说那里又出新品了呢。嘿，抱歉，艾丽森，这次恐怕不行了，我待会儿可能有一些事情。哎，是吗？是不是跟某人去约会呀？这你都知道，这是我的好姐妹。哎呀，别胡说了，我是要去教堂了，下次我再陪你一起去吧。好啦，你要记得哦。嗯，表。菲尔和克里林。哎，克里斯特。雷亚，被吓了一跳吗？还好啦，备胎你怎么会在这里？雷亚姐姐，你来啦。克里斯特哥哥早就到了。话说很奇怪哎，克里斯特哥哥这几天一直都有来哦，只是雷亚姐姐你今天才到而已。你们为什么不干脆一块来啊？因为我不喜欢他。离开了几分钟，我发生什么事吗？好像有，又好像没啊。对，我们多了一个叔叔。教皇是我们的叔叔。这个白痴，白痴。他叔叔一脸就是我就是杀你爸的人，真的，我觉得他是叔叔，他那个 uncle 感觉是不怀好意嘛。菲尔，你又乱说话。因为他是备胎。什么啊？怎么了？菲尔，你真的很不会看场合哎！你喂，汉克，你干嘛？啊，好吃！吃你的吧！我们去玩了，克里斯特哥哥、雷亚姐姐，再见啦！不要留空间给我吗？我根本就不想跟他留空间。待会儿见。备胎。雷亚，你别误会，我只是来监督一下菲尔汉克有没有好好练剑。uh-huh, 绝对不是。嗯，反正今天见到你真的很意外。真的真的。嗯哼。啊，不是，雷亚，你笑什么？笑你是个备胎。好坏哟，我因为备胎你真的实在是太搞笑了。到底太搞笑了！来，大家要选哪一个？要跟老师。好，我们今天直播到7点哦，大概还有3分钟，所以这个搞不好会是最后的选项。来，大家留你想要选哪一个选项吧。太可爱了，太搞笑了。所以系统是安排备胎当做本命线吗？他就是备胎，狡辩搞笑，二一二二二好像比较多哎，太搞笑了，一真可疑，二我觉得应该是二，二一二二比较多吧，那我们就选二哦，太搞笑了，因为克里斯特实在太搞笑了，夏阳安有吗？嗨，我们快要关台了。嗯啊，备胎你总是让人开心的起来，你是个好备胎。是吗？谢谢。雷亚，那个怎么了？
其实我是想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很好啊，我跟老师在一起啊，我跟老师在一起啊，我跟老师在一起。哇，很好啊，怎么了？雷亚，是真的吗？别骗我。我们是朋友不是吗？我看得出来，你又有了很多心事。如果是以前的雷亚，不会连看孩子们的时候都眉头紧锁，发自内心的微笑也少了。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适合。我不知道克里斯特最近发生了很多事。雷亚，没关系的。克里斯特，没关系，就像你教我的，你有权利软弱，有资格不坚强，因为我在，我会替你勇敢，我一直都在。天哪，这人真的是好人，可惜我们不适合。你当我现实男朋友啦，虽然游戏我们不适合，其他的官配吧。到后天有没有直播？可能要看的，因为我这几天还蛮忙的。克里斯特，对不起哦，还有谢谢你。我说过，我可是最强的执剑骑士呢。放心吧，一切有我呢。Oh, so sweet。要我们回去搂一下，看看选太可爱会变怎么样？因为克里斯特真的太可爱了，哈哈。你喜欢就好。哇塞，他害羞嘞，他害羞嘞。啊，克里斯特，你刚刚说什么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说什么。雷亚，那个，其实我是想说，好像是一样的。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要走了，拜拜。好，拜拜。拜拜，阿壮，拜拜。有点肉麻，真的超肉麻，这边也一样的。哎，哒哒哒。对不起，打扰啦，请问李欧老师在吗？老师，李欧啊，他不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初级神官又是你。不在啊，那没什么事，打扰了。不过他刚走不久，你走快点的话，说不定可以追上他。啊，好的，谢谢了。不客气。感觉有点萌，老师。雷亚。干嘛啊，李欧老师，见到我有那么惊讶吗？不是，只是没想到而已。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在这碰到我吗？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碰到过了嘛，死巷，什么礼堂啊，中心公园啦、啊，是吧？傻瓜，我不是惊讶这个，我是惊讶、啊、怎么我刚才还在想你，你就出现了。哦天哪，可是我的墨镜呢？快戴墨镜。超甜的你，神官终于有点用了，真的，神官终于有点用了。他要是跟我讲说什么李欧老师不在，然后我们又被打枪了，那我真的要给他揍下去。哎，在想你的身体健康情况呢？哈、哦，也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好一点。托李欧老师的福，我身体很好，很健康，没事了，别担心。那就好。确实，李欧老师，今天我是来找你的。嗯，猜到了一点点。哼，发生什么事了吗，雷亚？哼，算了，不跟你计较。先也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我自己想不通一些事情而已，有一点烦躁。烦躁？老师，备胎战，现实中都写在脸上了，想不发现都难。真的吗？擦一下。真的那么明显吗？不会吧，我还觉得我还觉得是李欧老师太会观察了呢。真的不是发生什么了吗？惊讶什么的，我们在很多地方都遇到过啊，中央公园、教堂，还有我的房间。真的不是啊，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书中的主人公团遭遇了一些变故。变故就是他发现关于一些事并不他想的那样，很多事都改变了。神官魔天，这俩怎么了？所以我们的雷亚替书中的主人公烦恼了。真的。嗯，看书总是会不自觉的带入，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之类的。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吧，雷亚。什么小故事吗？我最爱听故事了，来。从前有一个男子，他挣钱并不多，却愿意把他辛苦挣的钱都花掉，只为给他妻子买一束新鲜的玫瑰花。他妻子说了很多次让他不必这么做，
但男子很坚持，由于玫瑰花总是会很快凋谢，妻子想了很多让花坚持开放不凋谢的方法，都失败了。他很沮丧，将舍不得扔掉的已经凋谢的玫瑰放在窗台上。第二天，妻子惊讶地发现，阳光照射后，花瓣虽然枯萎了，却散发着淡淡的香味。于是之后的日子里，妻子不再想方设法地不让玫瑰凋谢，而是顺其自然地等花凋谢后将花瓣晒干，做成香包。嘿，聊出故事，直接结婚。七点喽，我们把这很多我们把这个礼拜跑完就差不多了。无法改变的，虽然我们无法强行改变它，但却可以去适应它，在适应它的过程中找到突破口。所以一直去纠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如去思考，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我该怎么做才能让结果符合自己的心意？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圈中的人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事情。Man, 有话直说，废话超多，直接说我们结婚吧。李欧老师，嗯？啊，没什么，我是想说你给了我力量，一种推动我继续前进的力量。Love 谢谢你老师。不，你能来找我是你的决定，没什么好谢谢我的，这些啊是我应该做的，不是吗？当然不是啊，你要跟我在一起啊，快点把那个结婚证书拿出来让你签，赶快跟老师结婚啊，结婚。嗯，不过雷雅，你说的继续前进是指什么呢？啊，当然是指学习啊，生活啊什么的，嘿嘿。没什么事就好。当然没有啦，初冬的天气还是蛮冷的。喜帖呢？对哦，在外面这么久了。所以啊，心结解开了的小雷雅不回宿舍休息一下吗？你带我回去啊也好，说不定还能找艾医生蹭一顿好吃的。怎么还蹭人家的？不行，你这力量真是爱。那孩子每天摸我，给他做甜点吃，吃了那么多当然要还的啦。刘老师也教会了雷雅什么事 LOVE， 赶快结婚。是这样啊？耶、yeah, 他送我回去。那我送你回宿舍吧。好啊好啊，走吧。等等上啊，怎么听起来有点像 Get 艾尔贝特结婚证书，快。刘老师，我会适应的。谢谢你李欧老师 again。 啊，这个是哦，这是备胎哦，我应该可以去买东西了吧，我看看。欢迎光临。可以吗可以吗，我看看。耶、yeah, 我有100魔晶的，来买，快买。然后我把十字架也买一个，还有乐谱，多买一点来。耶、yeah, 我们终于可以买衣服了，欢迎下次光临。看看校外校内，先去找那个吧，公主抱吃货来。再来，我第一次来。小轩你好，欢迎你第一次来，可是我们快要关台了。库洛洛没推荐我几本吧。谢谢耶、yeah, 来来来来来来，换衣服换衣服换衣服。冬梦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哇塞，这千辛万苦终于买到一件衣服了，哦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好好好，我们存个耶耶。好，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欢迎你来。我们今天风系魔法，其实我有点担心我这边的属性不够的话可能会影响我攻略，所以我打算接下来行程我不要再全力跟他们周旋来周旋去，我要努力上课。嗨雅瑞安安，雅瑞两个新同事好好照顾一下哈。雅瑞最近忙吗？雅瑞这家伙跟你们讲，雅瑞这家伙他骨子里是一个很认真的家伙，所以有时候太认真我有点担心。我有时候明明他就已经说他要去念书了，可是还是 不太放心我这边聊天室怕有人会来乱还什么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担心。
我再找两个同事帮你好不好？对啊，最近忙啊，亚瑞其实一直都很忙，只是我不知道，就是他对上亚台有个责任感，那个强烈的责任心让他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让他干人精尽人亡，对啊。哦，还有真情呢，对呀，真情，真情跟雅，真情跟八月这样，没办法，寒假到了嘛，让呀。好啦，我知道你在忙，不好意思啊，闲聊那么多，拍谁拍谁。好啦，我们现在开始。哎，我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不能够选休息啊？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因为我上次被当掉了，我上次成绩太低被当，所以他不让我出去休息了。好，那我们就努力一点上课吧。这个是什么课程？水吗？好，努力上课，努力上课。OK， 就这样。我上次有跟人家约会吗？好像还没约会。嗯，对，还没约会。那我们这次先不要约会好了，我们先聊聊天就好了。我是个到处跑的家伙，爱星星。对啊，念医科的说亚瑞加油。对啊，亚瑞这家伙就是太认真了，虽然不是说不好啦，但是你给我好好念书。这家伙，这是第几集了？你说 BD 吗？ BD 如果以直播来算的话，这一次好像是第四次连直播吧。嗯，如果YouTube 上的连载没有那么快， YouTube 的连载我每天传一集的话，它可能要一个月才会连载好，因为它整个 BD 就是超长的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跟老公聊聊。晚上好，李欧老师。是雷雅呀，晚上好。嗯，怎么了？是学业上有不懂的吗？不是的，只是有点无聊，然后不自觉就打给老师了。是这样啊，那我们来聊聊天吧。好啊，要聊什么？我觉得理想对象我们就不用选了啦，因为上次已经有选过理想对象了。你们比较想知道兴趣爱好还是喜欢的东西，可以投票一下，打在聊天室，最多的我们就选下去。好像被骂了的感觉，真可怜。总你就知道，就是要念你一下。真的，抽到有天过劳死，你这家伙，给我适当的休息，请多多指教。今天早上7点就被叫起来补习了，我觉得现在学生超辛苦的，像我这种老屁股，熬到毕业就可以比较轻松。好的，真请多多指教。你们要多多指教到什么时候？我看你们要不要干脆，真情跟八月，你们干脆互相递名片好了，然后就一直鞠躬。三吗？一朵品溪朱熹，欢迎你来。爱好月空耳，发现 有一些没有看到的人。嗨，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嗨，猪猪。嗨，小黑子，安安。喜欢的东西哦。好像大家都是选喜欢的东西嘛，那我们就直接选喜欢的东西了。嘿，我看老师总是随身携带十字架，是不是很喜欢十字架？以前的习惯，不带着总觉得不安心呢。老师以前是神官的样子。话说李欧好大叔哦，上海别揍我。你说声音吗？放心啦，他外表是一个俊俏的美男子 ，OK 的。嘿嘿，那老师除了喜欢十字架，还有喜欢别的吗？我挺喜欢花的，我家的庭院还种了很多含有的花草呢。这跟我们之前听过的答案一样。真的吗？我有机会去看看吗？当然，下次有机会带你去看看。OK， 谢谢老师。很晚了，我就把打扰你了。晚安。晚安。好，我稍微把声音放大一点好了，让你们可以听到语音。好，再来跟我的第二老公聊天。反正肝脏已经被我卖掉了，这一切没差。你不要这样自我放弃，你为何要放弃治疗？亚瑞，对不起，我没有要骂你，我只是想要鼓励你。哦，我觉得亚瑞应该在说我骂他。
佳玉不用担心，应该是我刚在念他。赛亚衣服应该会更新哦。嗯，其实之前我就有瞄到了，他有春服、夏服、秋服都有。然后现在冬季，所以卖的是冬服。我们应该要再多存一点钱，应该之后就可以买其他衣服。看到有直播就放下正在翻译的稿子了。你好，欢迎你。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还是第二次看到你？啊，你是第一次来吗？你是译者吗？翻译者，欢迎你来。佳玉不再讲你啊，别紧张。对啊，雅瑞应该在讲我。晚上好，库洛。库洛洛。嗯，现在没什么事。来，库洛洛，你们想要听哪一个？理想对象应该上次也听过了。就我们目前的理想，我们目前跟他的好感度，应该又是有一点点关系，但又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对，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一样是选兴趣爱好或喜欢的东西。对，那你们想要看哪一个就打在上面聊天室。被上海骂我其实很开心的。呸。哎，你不要因为这样，你要是因为这样的觉醒怎么摁属性的，我会觉得良心很痛好吗？不不，我是指每个地方，上海别给我。我谈你好了，我的理由老公哎，成熟男哎，熟男是不是？熟男的好，要用心体会。三，不停的给名片，然后鞠躬，这样子。这是我第一次，我就觉得应该，因为你的名字还蛮长的，我想说之前没有看过你的样子。嗯，欢迎你第一次来，理由老师，六天三选项我都知道了。竞选专业，喜欢的东西、兴趣好像听过，其实都听过了。就是，我想要确认一下它会不会更新。我们目前知道理想对象会随着我们的好感度更新，但是兴趣跟爱好我不确定。可是我们刚刚听李欧老师喜欢的东西好像还是一样的。雅瑞有摁手戏，佳玉觉得是一嘛？这不要问，你会怕。好啦，投票了，投票了。来啦，嗨，二人格，嗨喽！现在有人选，一个是兴趣爱好，一个是喜欢的东西，有没有要选哪一个？好难选。其实我自己觉得喜欢的东西应该也是一样的，因为以刚刚李友老师的回答的话，应该喜欢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那兴趣爱好我不晓得会不会变。欢迎新观众，怎么称呼呢？真的，恭喜！现在是库洛洛三，有人觉得是三，现在是三哦。这位是玉山，你好，安安，你有开银行吗？对不起，当我没有讲，抱歉抱歉，不好意思，失礼了。三吗？要先存档吗？我觉得应该也不用那么慎重了，但是你既然都讲，我就存一下好了。好，那我们就选三吧。喜欢的东西，库洛洛有喜欢的东西吗？没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啊。好像一样哎、欸，一样都没有。好像哎、欸，对，一样。那可不一定哦。对，一样的，这跟我们第一次问他是一样的。那应该他这个是不会变的。他这个应该只是问给你去好挑礼物。就是你送礼物的时候可以挑这些，个人兴趣而已。电脑当然还可以打字，真是。从来柯子我帮忙制作 OP 的时候就一直关注上呀，但是一直没有时间看，真的假的？哇塞，给母帮我做的 OP 已经好久之前了，好像一年以前有喽，有吗？有一年以前吗？给母有那么老吗？是哦，电脑当了，跟活了35年的18岁的上雅很配。感觉做好事，玉米你在说什么？好，我们现在来看克里斯特聊天吧，备胎。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今天那个 Facebook 上 po 的那张图？雷雅，这么晚了，备胎吗？我私心想要看一下理想对象。兴趣爱好跟喜欢的东西，我们目前已经从库洛洛和那个理由老师身上已经确定这两个应该是不会变动，
可是理想对象会随着我们的好感度变动。李欧老师三大兴趣爱好，雷亚喜欢对象，雷亚喜欢东京上雅，我来乱的，糟哦，有的，有什么？等一下，我突然无法跟你们衔接了。我刚问的什么东西？我刚问了什么？你们在回答什么？有？我突然脑袋断线了。哦，对，对啦，我问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张图，对不对？天哪，我才刚问完，我马上就忘记了。那张图的背面用夏的斜了斜的，还我老师。我其实当初看到那张 CG 的时候，我虽然表现得很讨厌，但其实我内心是很激动的，你知道吗？你们要了解我那个尴尬感，就是。非常舍不得打他脸，你知道吗？我觉得说，哇塞，你那一瞬间那张图都把我感动到了，真是美 cry 我了。可是不行，我已经有两个老公在追了，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就把你备胎扶正，所以懂吗？我那个时候那个快崩溃的心情。夏雅竟然戴眼镜，我其实有近视啊，可是我之前开直播的时候，我是戴隐形眼镜，嗯。FB， 你开多久了？20分钟。我发现今天都在聊天呢、欸，是不是？好了，我赶快选一选好了。啊，没，这边好像一样。哪有？我发现我今天花好多时间在聊天哦、喔。到时候这段搞不好要剪一剪。不是啦。OK， 那重点就是，你觉得我像这种女生吗？雷雅是那种华丽丽的大。一样。嗯，好，都聊过了。道具，我现在有十字架跟古典音乐机。好，那我们应该可以开始了。对，我们终于开始了。微笑为你送上 CG， 是备胎的话就随便了。虽然他是个好备胎，看上雅玩游戏害我也变得好少女。真的齁，人人都有一颗少女心啊！我想去看一下第二老公，因为感觉这个场合又会是聊类似的东西。我们去找找第二老公好了。哎，日安一样，呵呵，没事。哎，一样的对话。嗯。哎，老师在医疗室。嗯。刚开15分钟，校门口吧会遇到什么事情？也不是校门口啊，就是花园吧。OK， 散步。给你加油的。哦，进来看看吧，驱走冬季的寒冷，入口香脆的酥饼，再一杯独家特制的温热布丁。快进来看看吧，驱走冬季的寒冷，入口香醇的酥饼。